各位大家晚欢迎收看 WTO 姐妹会啊！哇，哇，那新著名姐妹们太吵了，比快啊，比快，比快，比快啊！哎，好。哇，姐妹们聊起话来不得了了，三个女人成一个菜市场，这里总共刚好三个菜市场，这边也有一个菜市场。徐嘉瑞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王启明，hello， 大家好。Kyo。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姐妹们到底她们呢悄悄话是聊些什么，她们感情到底有好到什么程度。那当然我们要先从我们的 Emma 开始。 Emma， 我给我们的感情好得很，我们什么都聊。真的吗？从我们内裤的颜色，哎呦，到我们跟老公炒饭的时候到成那个程度。会讲老公炒饭、啊、什么都讲。真的，那老公听得不舒服了，万一被你讲到这样子。瓜哥，这是我们女生聊这个，我们不会给我们的老公讲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写在就已经知道了。我们聊的时候待会不需要找什么心理医生，什么妇产科医生、yeah. 不需要，我们互相都会帮忙、怎么接触问题啊，什么都 OK， 而且我们的关系真的很好，连我们打招呼来录音的之前，我们也有我们特别的方式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你就哦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嗨，啊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天哪，刚刚看到了，刚刚是真的。哇，好厉害！身为主持人一定要示范一下。马蒂来。Kyo 的高度跟你不配，我跟你刚刚好。你跳我额头上面。姐妹吧，姐妹才可以。你跟姐妹会敢这样吗？敢啊，敢啊。真的吗？姐妹哪里都敢亲哦。你现在跟 Eva 来。哎，真的吗？这我第一次见面啊，姐妹。我是第一次见面，比较不敢。你看光哥，你快点，不是先拿两瓶酒。他先喝两瓶酒就可以了，录完影可能就可以了。我跟汪靖宇打招呼就不是这样，汪靖宇。哦哦，建明，哇，好久不见，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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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男生会这样？这个是别打的，这个我们也会啊。我刚刚一摸汪靖宇，汪靖宇来说了一句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我被老姜打招呼，我们都是爆了。没有，他们打招呼真的是蛮，这个是算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真的是，在国外这个是司空见惯的嘛，对不对？哎 ，Christina， 我的好朋友，我蛮喜欢每个人，可是应该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是 Sandra。Sandra， 因为一个是我很喜欢，但是姜，他的嘴巴，多甜一点的都没有，他嘴巴没有甜，就是很直。对，如果讲的非常对的，如果我变瘦，他讲很变瘦了。我如果今天我不漂亮，他给我讲不漂亮。我喜欢呢，我喜欢这个，因为我的好朋友不会骗我。他就像你的，好感动。你爱的是，可是我第一次，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很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那一天给他说 ，Sandra， 我爱你。他的眼睛这个变大了，真的吓一跳，我吓过。对，乱说。对对对，因为是。你怎么突然会跟他讲说？我爱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你看，我们是外国人，可是也是想法不一样。在白俄罗斯，如果我最好的朋友说我爱你，意思是比较喜欢的，可是比较高的意思。对。可是对对对，可是在英国还不会这样子讲，所以他吓一跳。哦，你讲清楚。所以以后啊，我说我回家的时候还跟我老公说，可是你会不会整夜又都不睡？第二个是因为夜深人静很久，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就是。一模对不对？因为老公感到我们如果三个人讲节目，他说哦又来了，一个是海绵宝宝，一个是长油哥，一个是小瓜。现在他说他是海绵宝宝，非常开心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对，你就 Sandra， 对啊，海绵宝宝给我，等一下，我就是海。哎，这个没有再小哎，我要一个再小。我是海绵宝宝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。你妈妈孩子叫海绵宝宝是这个。那还有。第二个是章鱼哥。章鱼哥。章鱼哥是谁？艾娃。
思是不是 F 常常就是这样子？哎，嗯。哦。对，就是这样的啊！我是因为我的中文比他们真的比较不好。那这他们讲讲，他们讲讲，我是小瓜，我是瓜牛。哇哦！哇哦！那我告诉你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蟹老板了。真的，有像有像有像，真。第二个是在WTO 我认识的 Mazda， 我非常可怕，他是小偷。什么？高雅的经济竟是小偷？跟经济吃饭压力大，可是他崩溃了。他又打电话给我，这是我我要请你来我的家吃东西。你不敢吃？我不在那边，我不在那边。神秘嘉宾出现，姐妹暴走大失控。派了在这边在餐厅面，你们疯了吗？嘿，太多了吗？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有看到机长。对，因为刚好我刚好背对他在我的后面。不认识的 Mazda， 我非常可怕。他是小偷，为什么？告诉你，因为他每次来上，每次来这边吃东西或是什么的，他每次做的就是一点点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，在巴黎罗斯，如果我有看到人做这样子，我非常小心。他是小偷，他有点一个机会，你知道？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应该是怀念。如果旁边吃东西，我每次看我的包包有没有拿好了，我的东西有没有好了。每次眼睛看到他有没有这边偷东西。结果你有没有掉过东西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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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就知道了啊！日本人就是这样，很有礼貌，有礼貌。因为坐，就像我们军人一样，陆军官校坐的椅子是三分之一嘛。哦。军人坐椅子，他不能全坐，因为坐的你还会挺，还会挺着。因为日本也一样啊。其实这个很单纯的一个道理，坐前面一点就是比较会让自己挺起来，腰一定要挺。对对对，那你这样子坐下去的话就比较邋遢。对，所以就是要强迫。那他的意思说你这样跑会比较快吗？对对对对，没有想过哎，白了，我还要助跑。是真的，我真的很，我到现在是真的，没有习惯了，就知道了，可是没有习惯了。第二个是我们跟Mazda有一起吃东西，他那边吃东西我开始紧张，因为是我们非常轻松吃，他那边变服务生，吃一口擦碗，擦我的，擦爷我的，然后一直擦，我想休息，我们这边没有办法，吃一口擦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那边三个小时吃东西，他三个小时擦碗，真的，然后因为。台湾人这个做的不对的，这个做的不对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开始紧张。我们来那边好舒服，我是不是筷子拿错了？我是不是哦？现在可以吃汤，或是吃菜了？第一个是什么要吃？好紧张啊！因为日本人就是对这个的部分非常有礼貌，比较有礼貌。对对对，所以那一天我记得都真的不好意思，他又打电话给我，这是我啊。我要请你来我的家吃东西，你不敢吃？我不在那边，我不在那边。哎呀，我忙不起来，我不在那边。佩奇应该不会像 Ava 他说见面就谈一些炒饭的事，不会吧？我刚生完的时候，然后他看到我，他很生气，你赶快讲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 ？I hate you, I hate you。为什么？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恢复正常之前话音之前的样子，他花不到一个月，你看，你会不会生气？怎么恢复那么快？跑步吗？还是什么？运动啊。运动哪一种？他骂我说，每个人运动不会那么快。我说没有，这个运动是要两个人呐。然后我加了那个 Sandra， 我们上个礼拜录之前，我们都在讲，所以我说啊，最近一些人会讲到说，我在路上碰到一些那个 Sandra 的粉丝啊，什么说，Sandra 跟 Kim 是不是关系跟老公不是很好？我说为什么？然后他说没有，因为他们常常讲到老公的坏话。所以我那天就来跟 Sandra 跟 Kim 分享一下。后来 Sandra 说，拜托，每个人就有老公的坏话可以讲出来。那我说，但是我没有。我真的没有。排队排队，等一下。来啊！我们在准备很久。你让他讲完啊。因为我老公的 EQ 超高的，非常高，他很非常糟糕还是非常高？
糟糕，真的。我感觉 EQ 非常糟糕啊。I like you， 很好，他的 EQ 非常好。静静也可以，静静有遇到我老公，他非常温柔。如果是这样的老公，真的是非常棒了。真的非常棒，所以我觉得他人这样子，我讲到说。讲到他的坏话，我真的想不出来。他半天给我一个时间呢，我说我想不出来，我真的想不出来，想不出来，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他对我不好的地方，不是他喜欢完美，没关系，你想不出来，破烂烂的内裤，我老公不是那种人，对不起啊。OK， 我先，那现在姐妹们受不了了。我先，其实话就是有一点点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没有我们大大老公好或不好的地方，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烂有没有缺点呢？我那一天就是说，你给我十分钟的时间，我可以马上写下来我老公的100个缺点呢。可是你给我老公5分钟的时间，他搞不好可以写我的200个缺点。嗯，烂都是有缺点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办法说烂都是有没有缺，是不可的。然后他就满足一下就，我没有办法想到我老公的1个缺点。我现在的意思就是，变我们是没关系嘛，你变别的时候 OK， 你变瓷器有一点严重，因为我觉得，他就知道嘛，就我现在讲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讲的国语是最好的，没有人讲国语比我好了，我就知道哈，你们讲的好，面都有问题嘛。呀，这个我给你教你4个字啦，叫自欺欺人。我知道他的老公的缺点的。来来来来，等一下，干嘛？等一下啊！晶晶，你是排第3个啊，照排队来的。那不一样，就是我们觉得孩子太给钱了。给钱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很假假正经。你总要举个例子，要不然观众说他怎么给钱呢？对不对？对，拍谁？可是。拜托你，我像那个 Sandra 结婚了17年，我结婚了14年。嗯，你开什么个玩笑？我们结婚的人都一定会跟老公是有一些摩擦。像我先生，他什么东西都不要丢啊，连他内裤都破个洞什么的，我都要尽量把这些杂东西就藏到垃圾桶的最低层啊，赶快带到外面去。就是其中一个毛病，加上100多，就像你一样，你想10分钟可以想到100个，可是。这才算是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嘛，不会接受。对，人家种的是东西，捡东西是正常的婚姻吗？吓死人！没有意思，就是你看有没？我懂。我真的是跟你实际的生活，我们一定会有摩擦。我跟你讲，人与人之间随便找都有缺点，一定有他的缺点，不可能没有他的毛病。但是他跟他先生的一个对话，我有看过多少次啊？那特别跟他生产的时候，我也有去。那真的，他先生我是觉得挑不出来，真的任何的一个缺点。不过唯一的缺点，我是觉得工作太忙了。哦，应该是这一点吧。可以就是说，我自己会 complain， 我也可以说他工作complain他的工作，工作他对他的工作的事情太认真。然后呢，距离产生美这样子。潘明兰，你跟好姐妹会聊些什么呢？我其实都全部都 OK 了，可是每天都跟安娜聊天，她就是真的。跟我出去就有好多事情，我们就录音好了就去 Eva， 我选你搭安娜就去做捷运去，真的很丢人。我们就是去捷运去，然后安娜拿着一个大的包包，这个包包里面就是放她的鞋子啊什么包进去捷运里面，捷运里面我们3个人就去开始在聊天，在捷运之上哈哈哈哈哈哈。她真的好可怜，在后面的在一起拉这个袋子，为什么他一直在趴到这个门，捷运啊，叮咚，打到门，马上就进去，然后这个门，趴到他拍子在外面，一半在外面，一半在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很奇怪，然后为什么在一起拉，他在后面一起拉这个太子啊，一起拉到我们太子夹到了，整个卡在外面。我们刚好坐内湖线，所以我们就很安心，他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下一站门会打开，就我也可以把袋子拿下来。幸好下一站是左边的门开的。怎么办？又等下一站？你要等下一站，还是永远那一站都是那边？我们这很奇怪。
来为什么人在后面，大家一起拿这个台词一起拿，结果到凶山这个飞机站这个，然后看看哈，这个门都看看这个设施应该没关不紧，它自动开嘛，怎么会关不紧可以这样关哦？因为刚好那边的东西没有那么多，不会那么塑胶袋啦，如果是人的肉是不行的，我看真的，还有不是麻辣锅，还有不是夹到头哎，搭配。这个故事会变成更尴尬，好不好？那一天他一直在那边，旁边想帮他忙的人是 WTO 姐妹会观众朋友。我们一进去，这个女生眼睛通亮的哦哦哦。你们也常常一起吃饭啊？去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生朋友的儿子嘛，他就穿这个。pilot 的衣服，他是真的是 pilot， 他就是要去上班，然后穿这个衣服就进来。他们哎，我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就开始在吃饭了。他说就是我们开始 order 好了，然后就放在桌子上面，然后开始在吃。嗯，放这样子，然后开始在吃了，吃了，然后他看着我们就跟他说。Breed， 因为人在后面嘛，他们还没进来，人在后面，我都不知道。Breed， 深呼吸。然后他说，我们说后面有一个人，真的吗？喂，我不能问你。OK， 真的吗？我一开始就不相信，我说派了在这边在餐厅里面，你们疯了吗？人太多了吗？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有看到机长。对，因为刚好我刚好背对他，在我的后面。喂喂喂！对，你那天看到怎么办？就冲过去啊！我身子太大的。那天看到就冲过去吗？你拜托你脱下来好不好？我没办法这样子讲。他快要你要出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个时候。真的。真的快要，然后全部都脸就全部都红红的，在这流汗。哦，然后吃饭吃一点点，一个两个，然后再走。而且要再抬一下，一起看。我那时候吃饭的时候是。OK， 好，然后他们就一直帮我擦汗，然后他刚好站着跟朋友聊天在厕所的旁边，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说：“你是不是乖尿裤子？你是不是？”因为我就一直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一天我真的想上厕所，可是我不敢，因为我想说，我过去那边说不定我会尿到裤子上吧。所以那一天我真的是憋尿，我真的想上厕所。哇，原来是对这个机长啊这么有一个癖好，真是哈。那没办法，吃完碰到这个就受不了了，看到哇，那这样很容易，你老公要看好，很容易被拐走的。哎，欧阳山，你跟姐妹们都聊些什么？哎，对，就很多什么都可以聊，但是我想说，你最想跟谁聊？他们我都喜欢了，我也蛮喜欢 Eva。我就要说，我刚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看，因为我本身是教英文，所以当老师都穿得很随便了。Eva 很可爱，因为他看到，比如说我有一次穿的丝袜跟那个凉鞋，这在我都学过服装设计的忘光了，可是在我们西方人，丝袜穿凉鞋，在西方人的世界就是。大错特错，所以我穿那个丝袜跟那个凉鞋，然后一哈，哎呦，然后什么事情？什么代志啊？穿丝袜加凉鞋的欧阳山会有怎样的下场呢？红包袋里没装钱，仅仅剩下九大啦！包里面没钱。开始算哪一个出来，我就一直空的，我一直算谁今天又来，谁的胆子又大一点。自己看他的时候，说请你红包还给我，我再做几包。哈，哎呦，然后有什么事情？什么代志啊？原来是丝袜跟这个不对。我蛮喜欢在这样，连我老公都说我要学 Eva。喂喂喂！对对对，我说我可现在没有早一点学衣服的样子。你要气死你老公。安娜，
就是我喜欢打电话给 Pamela， 嗯，有一天好像4月1号啊，我们外国人爱骗愚人节，对对，有差不多6点，因为我先听那个新闻，先听那个 ICIT， 他说今天是 April Fool 呀，对对，愚人节，我赶快拿电话。打给他，我说Pamela，赶快过来开门，我在楼下啊，赶快开门了，我在楼下，赶快说，真的，真的小岛，我说赶快下来了，我的手痛，我拿很多东西手痛，赶快下来了。你手拿很多东西怎么打电话？不是我拿那个，我拿 iPhone 呢，对呀，拿那个 iPhone 呢，对呀，用 iPhone 呢这样子要打电话，我们也拿手打，对，我说赶快下来了，我在楼下了，他说真的小岛，我说真的，赶快下来，他赶快跑，穿一个内衣啊。这个内衣还有一个小小的，别讲出来。然后呢？等我爬下去1楼，他开门，他没看到我，赶快马上去呀，先去，然后打电话来，你干嘛来？你干嘛不没有来骗我啊？我说 April Fool。愚人节。我说我看才起，因为这是早上啊，6点你看人家已经在睡觉，他在打电话来。哦，是6点到，你在睡觉。啊，那我就是穿的，这是睡觉的衣服，就是短裤啊，然后喂，我没有穿内裤 ，OK， 就是穿的。没有穿内裤。啊！他说他有穿内裤，穿一条短裤，不是光穿内裤。对对，没有穿内裤的，对。是，所以被整到就对了，愚人节嘛。嗯，对。嗯，那晶晶呢？之前啊，有去那个 Eva 的家里，然后呢，我去她家里玩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不只是她老公对我有好感，她的小 baby 也是一样。然后见到我，看到我的时候，就会冲过来。1岁半的小朋友，一岁多的小朋友而已啊，然后冲过来，然后就贴在这边，就贴在这边，然后小手就伸进去。哇，男的？对，男生。哇，真是有爸爸的风范。我就好厉害，然后刚开始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很不好意思。然后他嘴巴里面还吃这个奶嘴哦，然后他在那边把手伸进之后，还会有表情，嗯。嗯，就是这样子，很有趣，跟爸爸一样吧？对，他跟他爸爸跟我的老公就在旁边坐着，然后就这样子一直看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因为我先生是蛮喜欢他这一型的嘛，所以有一次我们就是在那个就是录影回去的时候，那我们小孩子他带小孩子来接我。然后我就说那好吧，那 Eva 一起回去，因为我们都是住在那个同一个方向。然后我现在就开车就说，哎 Eva， 如果那个 Super Show 有一天他不喜欢你，来找我好了。你老公这样讲的，都开玩笑。我在后面跟我的儿子在讲，哈，你这玩笑开的也太大了吧。我就会对啊，他的老公也是说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来交换吧。然后我回家之后跟我老公很嘻嘻哈哈跟他说，因为他又问我你怎么回家，因为他说是刚好晶晶跟他的老公有送我回家，然后我们顺便就开始聊天，然后晶晶的老公说因为你比较喜欢柔柔一点，他比较喜欢我这样子个性的，那你们要来交换。什么交换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什么时候？我老公的眼睛一看就亮起来。小妹妹，我不敢。我说你少来呀！我就刚刚看到了你的表情，就是什么时候？所以你们常常会到姐妹家去做客吧？对不对？哎，我记得好像佩奇，你说你在坐月子，大家有什么送鱼汤啊，送什么给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静静跟她老公来，她老公超温柔的，就是她很会帮忙。我不知道在他们家，但是在我们家非常会帮忙的。在日本的话，去医院探望朋友坐月子，或者不是会有包红包吗？有没有？会啊，因为我日本的话是包那个白，这上次我们因为他们没有红包，对，只是白包的颜色不一样，对。但那你朋友也会给红包吗？因为我想说入境随俗，我要学台湾的，那他生 baby 的，那我要包，因为第一天那个过来的时候他生，然后我就赶过来嘛，然后就说包红包给他。那我那天就是有下雨，那我也是请那个请我先生载我过来，那因为就急急忙忙，小孩子都在车子里面，我说我先上去看看他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，你那个红包给我，我会马上上去，然后我看看状况，然后因为我们那天我们蛮忙的，改天我们再来，说先一个心意嘛，那个小小心给他这样子，那我先生就红包就给我了，然后我就上去跟他聊一聊，看一下状况，然后我就说，
不好意思，小小心意了，你真的一点心意而已，你收下。啊，不要了。不，没有了，没有关系，就是我们入境随俗，所以呢，因为买东西不知道他有没有需不需要嘛，所以干脆送钱比较方便。最理想的，他自己想什么可以用到，可以自己去买。这好姐妹，真的啊。啊，不方便，还是请他收下，没关系，你就收下收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就。那天就是急急忙忙，然后说我改天再来忙，再来看你，所以你要自己要保重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回去了，回去在车上我就问我先生，我说小龙，你包多少？他说，嗯，红包。我说红包你不是给我的吗？他说，我给你红包袋啊。他说我给你的没错，不是你包的吗？红包里面没钱。塞到我那个程度上面，因为我不能站起来，我就一直塞。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包是空的、啊。后来我开始算哪一个出来，我就咦是空的，哎呀，我一直算谁今天又来，谁又想给我打一点。那最后是他自己自首的吗？不然你怎么知道？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，我说嗯，请你红包还给我，我再还给你。哇，你厉害哦！那句话我就知道哪一个要还他。哇，你这还好不是参加人家酒席吃完了才分。我那天酒席不会人家现场点的啊。我那天就想问他说是不是一个日文的习惯，那个空的是一个好意思。我真的很感动，我先生以为我会放进去，那我以为我先生会放进去，两个人就彼此就是以为对方没有默契。是 Christina， 像这个你一般到你家里姐妹们去最多的是谁？我有去过，对，艾文的一次，他的家有吓一跳。我想为什么艾文那么啊小气小气？因为我想啊，你有小孩子对不对？我每个妈妈想啊，我的小孩子最漂亮，我的小孩子最棒。可是来他的家我吓一跳，为什么？大的小孩子，我知道为什么他小孩子好久没有上我们的节目，因为是这一件事，对，因为是我看到小孩，我说，他的头发剪的就是很奇怪，他变很瘦，对不起，他妈妈弄一个碗放在兜里面，你怎么剪啊？旁边剪掉了，天哪，我们两个天哪。一个盖子 ，Oh my God！ 诸葛亮的歌听说，他是有比诸葛亮还严重，简直妙！哇塞，哇，看到鬼了！哎，那时候是已经把这个头发长出来，后来没上节目了，对，所以好，因为他以前常常来这边，小孩子骂吗？小孩子不会哭啊，这样不会。他就是因为哭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因为他一直转头，一直转头，头又没办法进一点点。我本来只想进。还好啦，头发还会再长过嘛。对，嗯，对，所以我想，我是不是这个是你很小气？有没有？我觉得去外面剪，对对，到沙龙去剪嘛，对不对？有小时候还好，你长大这样他会恨死你啊！真的，我老公一看到了他这样子，他就说爸爸很对不起你，爸爸很对不起。在抓当小偷 ，Christina 以德报怨，偷他偷我的东西，他是敢当你，他穿得下吗？我要今天送给他，我也没有封起来，你可以打开一下，打开一下，框框的， Open. 框框，哎呦，哎呀，孙子，我要讲，Eva 很喜欢今天叫人家去他家里喝下午茶，嗯，可是我今天是要帮他老公讲话。因为我觉得她老公很可怜的，她总是喂，Whose side are you on? Now I am on his side, only for now. 她常常在手边称她老公怎样，我很累，为着你在家里带小孩，为着你在家里大吵架，啊，带回去晚上一直叫我去睡觉。可是他没有帮我大吵架，他没有帮我怎么样，他没有帮我怎么样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不要试这一道，都是乱讲话。那一天去打架，那一天去打架的，你知道吗？要怎么说呢？ Jake 她老公是都没有停下来，她从头到尾，我们在那边好几个小时，她一直坐在我们旁边跟我们去喝酒，她老公就一直闷着。你们是下午茶还是下午酒？我们开始喝茶，可是马上就换成酒。就换成酒。然后她老公从来没有停下来，哎，
喝酒他一直在那边，还要不要吃这个？还要不要吃这个？哦、还要不要喝这个？你们要吃什么？好体贴哦。他儿子在那边问，他老公在那边捧他儿子，不打的儿子。然后他儿子不小心喝东西，就砰掉在地上。这个在那边就啊，她老公来来来，她老这么多就是她老公做的，她就像皇太后一样，对，你们不要一样，所以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看看，我们在那边吃东西啊，她老公人在哪里？没有她老公帮你们拍照，她一直在做事啊，还在那边帮我们拍照。你看我们再吃啊，她老公也没有吃，一直在那边帮我们拍照。后来我们要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很不好意思说，哎，你做那么多，最少给我们拍一个相嘛。她老公还看得有一天很可怜的样子，就跟我们愿意拍照一张、啊、你知道吗？但就是从头到尾，对，就一直在那边帮我们做事。不要再叫他了，我那一天已经给他讲过，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叫你老公什么呀。但是叫那个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的回报啊！不要叫他，表面上好像要讲他的糗事，在赞美他的老公。来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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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什么段？这个还是被剪掉，你放心啊。我没有，哪里干啊？我现在他都讲啊，现在他都会剪接的哦，你看到吗？好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的老公真的是好人，我没有说他是不好。刚刚你像你说了，法医在一直说他的老公没有任何的缺点，这是不对的。我知道我老公是好人。Sorry。然后我那一天 ，You should have shut your mouth。我那一天，我老公知道是我们好姐妹要来，他知道 Christina 会带他的小朋友，他很爱小朋友，所以他不是我叫他你陪小朋友玩，不是，他是自己愿意陪小朋友玩。You can only look at him。对啊，我其实我不要讲，我只是瞄一下，瞄一下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冰上啊，如果是我老公好了，我今天说，哎，姐妹们今天要来我们家里喝下午茶，他会跟你说，好 ，Hello， see you later。我本来就是这样，机会做回来，我们有空间在那边自己聊天那么多年，可是大老公就愿意帮忙。我觉得要给他拜拜手，你是一个很好的，拜拜。我老公本来也是给他说，现在是非常好朋友，真的非常的好朋友。可是 Philip， 我觉得你很可怜。当然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有跟过一个妈妈。Philip 是他的老公，他的小孩。我没有跟过一个妈妈黏着一个儿子，像吃可乐一样，真的是很夸张。那一天。他儿子在那边玩东西 ，Philip， 你还好了吗 ？Philip， 你还好了吗？啊，他老公就说：“你们在聊天呢、啊，我先把两个小孩带下去玩。”你可以，压力完你。Philip 不能吃，他儿子其实好想吃，他不，他妈妈就开始，不行，不能。你就是这样，你是怕他受伤，还是怕他离开你的视线？啊、如果他不是给我旁边给别人求。我没有安全感，可是不是别人，是她老公，不是我，是她老公。我老公对啊，可是如果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想法，如果他们去外面，小孩子不小心跌倒了，她的老公对我对不起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不要让给他们麻烦。可是小孩跌倒了也没关系啊。No， 如果跌倒了，每个人知道，有的时候小事情变很大的事情，我对他不好意思。所以，他想的太多，他真的是想的太多。这样苦啊，但以后小孩子多要对不对？想的没有，出去念书怎么办？他把他的爱。放在这个小孩太多，所以、啊、有小朋友的人哈，以后嫁给 Philip 的人很麻烦。对，这个宝宝是我的。跟着来。就是、啊、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的儿子。基本是 high school 的时候都会很依赖你哦，但不是搞不好到 university 的时候都会觉得，那老就我妈妈是那么乖在，但老公结婚以后他会在那边，你这里已经造反过啊，不要再造反啊，太累了。那真的可能就是因为是一个小孩，他很为宝贝，所以哎，我要想办法，这样子把 Philip 拿走了一点。可是我觉得他是现在是小时候了，等他真的念小学，你不能每天在一起，念国中，我会把他洗脑了，所以。这个我觉得他最好玩，可是还有，他很喜欢做衣服，他很会做衣服，真的吗？真的很会做衣服，可是我跟你说了哈，他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，你觉得啊很漂亮哎，啊我做这个很简单的，两个小时就做完，我帮你做一件了好不好？好，你慢慢等哈，你慢慢等，不是两个小时就做好吗？哇，每一次你的这个是两个小时，弄得一年还没打。可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差太远了嘛，两个小时一年。近两个月，因为我们住得很近，所以近两个月我们要来录音的时候，我
算这一双鞋子。谁送你啊？没有人送我，我自己买的。这个鞋子卖得好勤念，可是因为我不爱穿，嗯，我觉得我穿这个鞋子，不好配衣服，不好配衣服，我觉得不好配衣服，牛仔裤就可以了。可是我觉得那个背起来就是不是我爱的样子，所以我很少穿。然后他那一天看到我的鞋子，说：“谁的？你新买的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买的好几年，其实很少穿，穿过两三次而已。”为什么？我觉得不好配衣服。不会啊，你配那种裙子，你配什么样？很好看。好，可是你再说这种裙子我没有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做一件。我帮你做，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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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没关系啊，我帮你做很快，两个小时就 OK。我说可是这对你很麻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我去买布啊，布很便宜，我说不要，布的钱我给你，你去帮我做两个月，我的鞋子还在，我的裙子，裙子还没啦。就是听了有什么话要讲？因为是No, 这个是有一点我的做了，我有改变，我要改变。可是我有别的是抗议，因为是他是真的问我想，我外面随便穿，可是上节目我是在家里做衣服。对，所以呢有哪一天我来录音，衣服放在外面准备化妆，要准备穿，要准备穿，衣服不见了。不见了，我找不见了，我们快十五分钟要上班。我头绪在哪里？没有在。我告诉你 Ellen， 你有没有看到了？看到了，现在放在包包里面。他偷了，他偷我的东西。他是反偷衣服。他穿得下吗？他穿着穿得下吗？对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找他，现在。你有没有拿我的衣服？有了，已经在包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觉得他穿比较好看。对，我说是不是？可是 size 有一点小。没有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很好。所以呢，我化妆，他穿过我的衣服，然后放在包包，衣服有给我讲。我想，可是我要上节目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给你。可是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想，因为我是给大妹有做衣服，所以他决定他要拿走，他急着，他一直急着对，要帮他做。所以那一天，老公，我回家的时候，老公。衣服没有带衣服，我说三点拿走。他说下次上节目你不要拿穿漂亮的衣服，因为他是小偷。可是等一下，可是我真的是对自己做得很快，可是对别人对他真的没有。今天我准备还蛮特别的礼物。你有准备礼物？对，你有准备礼物。我的镜子来了。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很久，然后他帮我很多的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呢。这个是衣服，我刚做的，因为要做节目。这你自己做的？对对对，不让我跟你做，他得接的。真的，自己做的。你先起立好吧，你先起立，我看你这边。好美哦，自己买布做的。我的六个可以先给我。这样转的，就自己打版型啊，自己做的。所以呢，因为我做的，所以像因为这个节目，我们要交好朋友的。哇，大家要好，你要送给他，所以我要今天送给他，真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心啊，这不会跟晶晶的红包一样是空的吧？我今天恭喜他，来，你拿，打开，我真的喜欢你 ，Thank you， 我也没有红起来，你可以打开一下，空空的 ，open， 空空，哎呦，神秘礼物大公开，千万别走开，马上告诉你。姐妹大爆料，抖出自己私密室。台湾人女人真的很喜欢浪费钱，就那么做的简单的工作就是洗头发，都自己不会做，就这个是美容院帮他们洗头发，他们干嘛？为什么他们不会在家里洗头发？我告诉你，我也是这个的女人。哎呦，没有了，有了，有吗？那你要不要去后面把它换起来？对，来走一下，走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裤子颜色都好配哦。这裤子，来 go。你这个布去哪里了？迪化街吗？哦，对，我常常去永乐市场。永乐市场，他们那边很多老板，很多布啊。好，永乐市场，好会选哦。我想姐妹们，你们应该最后来讲一个姐妹们不知道内心的秘密。来，收到礼物的先来好了。
好不好？你说一个姐妹们不知道的自己心中的一个秘密。哎，我这个是大学的时候一个很丢脸的事发生的，好像是搞上哦，大一嘛，大一的时候我们要演讲。要演讲啊，然后要去个学生是老师自己教授嘛，自己调。然后因为我声音中年轻的时候很大声，然后以前在本地很会在那边讲话，很会民宿，所以老师不选择我哪一天就是去代表我们的本地，就是讲话嘛。对，其实哪一天学校有好多客人，从好多人好多人从别的学校就来听我们讲，然后进去那个教室里面，你就这个感觉就是吓一跳，因为大学的教室就是非常是很大啊，你平常你在坐着听老师讲话是一回事，可是那一天那么多人，我也看到这个感觉就是好紧张。然后那一天他就是穿裙子嘛，然后紧张的时候就尿裤子，真的尿出来，那一次真的是尿出这样子，可是。如果穿裤子就是 OK， 那个裤子会吸那个尿的，对不 对, 對？可是因为是穿裙子，那个砰，左边就是有水，一个湿湿的一坨水在那边多尿啊，这个就算了。我在那边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，那个尿就一直下来，可是我还是有脸，我还是把它讲完了。我该要做的事还是眼睛闭起来，还是要做。做完的时候就大家都拜拜，说我哈哈哈哈 OK 结束。那个老师进来，有一个老师在介绍谁是下一位。那个老师到麦克风的时候，我们谢谢，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然后他可能踩到，踩到了，他不讲话就算了，他在麦克风里面就尿裤子。那老师怎么会这么反应？好尴尬呀、啊！这个是一个字，我觉得我相信他那个样子是自然反应，是一个反应。因为我想过后面的人就会知道，因为我的镜子后面就开始湿的，他们知道。我想过丢脸的是在火台就算了，想不到他也碰到那个，他走路碰到那个麦克风，他可能踩到。再到的就看下面就一尿裤子了。哇，这真的太绝了！我见到每一个人就。Christina 有没有什么秘密？我有一个秘密，真的有这样的，因为我们那一天有这个是跟 Alexander 有关系，然后我有准备好了。穿衣服就 OK 了，可是我们走路的时候 ，Eva 赶到了这个什么人员，很多那边台湾女生洗头发按摩，真的这个的时候，大便嘛，台湾人，台湾人女人真的很喜欢浪费钱，就那么做的简单的工作就是洗头发，都自己不会做，就这个是美容院帮他们洗头发，他们干嘛？为什么他们不会在家里洗头发？我告诉你，我也是这个的女人。我也是这个的女人，我哪一天去这个是美容院洗头发按摩，因为好舒服。对啊，我跟张哲早见面，我们的 Eva 有跟他聊过，然后我弄他的时候，张哲今天不要跟 Eva 讲，我也是有去美容院，因为我刚刚给他们，我有找到一个非常胖的地方，那边男人洗按摩好舒服。我想如果 Eva 知道是真的，我也是变胖。对的，你看到我们他们有多认真多可爱，这就是新住民，我们要多多给他们支持哈，要常常看我们节目，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。好，谢谢，来。快来帮我们按赞，加订阅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。